在这边我有 equation 1，然后我还有 equation 2。我在这边 from equation 1，我拿到我的 x 等于10加 5y， 这个是我的 equation 3。然后我 sub 我的 equation 3 into 我的 equation 2的时候，我就有10加 5y 乘以 y 等于15。OK， 就是说我拿这一个放进这个。OK， 所以我就在这边乘进去，它就会变成10y加 5y square 减15等于0。OK， 就是说我这个乘进去，这个乘进去，这个搬过来，然后过后呢，全部都除5，y square 除5，我剩下的 2y 除以5加 2y 减3等于0。所以在这边我可以开括弧 ，OK 等于0，我有 yy。133加3减1，所以 y 减1等于0， y 等于1， y 加3等于0， y 等于减3，然后我就可以 sub 我的 y 等于1 into 我的 equation 3里面，我就可以 sub 我的 y 等于减3 into 我的 equation 3里面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0加5乘1 15， x 等于10加5乘减3，然后那这一个会是等于减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5减5，然后我的 y 是1逗号减3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